鲜活的大虾去头去壳，再把青椒切断，从中间剪开。我这里是半斤猪肉的量，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不仅入味，肉的口感也会更好。搅拌均匀后，往青椒里填入满满的肉馅，当然不能忘记他最爱的大虾。填好的青椒下锅煎，煎至微焦，倒入料汁焖上两分钟。我点的奶茶到啦，美元十八号是美团外卖神券节，有限量的十八元神券哦。现在打开美团外卖，搜索陈小景，由我送给大家十八元专属福利，下单超划算，详细的可以看评论区。清爽的青椒包裹着入味的猪肉馅，最后涌出一股虾的清甜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